iPhone 8曝光重要功能，激光对焦 AR 应用爆发。据现在已经曝光的信息来看，现在在今年秋季发布的 iPhone 8不仅在外观上具备突破性的变革，在功能上也将出现革命性的变化。据外媒报道，苹果内部出现正在研发 VSCEL 结构的激光系统，将有望整合在今年秋季发布的新款 iPhone 之中。该系统位于手机的背面，与之前发布的激光对焦原理的手机功能类似，其中一项功能就是通过计算激光测距而实现更快的拍照对焦。此外，苹果这项激光专利不仅可以用于拍照，该功能还可以结合增强现实应用进行使用。该功能将辅助实现更加精确的 AR 景深探测。